差0.03嘛，一点点。啊，对。其实我想今天其实应该在细节方面做的比之前的好，看到出发啊什么都比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，然后也确实可能来之前没有做特别的调整，当成一个分站赛，对，就是当成训练，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成绩还挺满意，而且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比赛了，而且比，对，因为200米这种本身也就是就是都是毫秒之间的胜利，对的，对，是，应该说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第一枪吧，然后希望自己，然后把在3月份青岛的时候能把这些东西都展示出来，对。